同时呢，在这次还新带了一个Dynamic Contrast。
增强的激素，它可以透过加强黑色或拉开黑白之间的对比，或是拉开黑色跟亮色的主体的那个对比。我想这样子透过这样子一个画质提升的技术呢，可以让荧幕显示更逼真。同时呢，在 HDR 技术呢，在音乐上面呢，它拥有的是非常完整的，包括像是 High Res， 它可以直接不需要播放 High Res 这样子一个音乐格式。同时它有 ECHS 的音质还原技术。同时呢，还有消费者只要体验过都觉得非常惊讶的这个数位降噪技术。那同时这次在IFA的时候，我们也同时发表了一款耳机叫做 MBR NC75，那在后面有展示，也欢迎大家去体验。因为这款耳机最大的特色就是，当你搭载了 Xperia Z5 这个系列的手机之后，它可以同时拥有数位降噪技术，同时也可以播放高解析的一个音乐。那另外呢，这次我们所发表的手机，它同时都支援 NQC 的连接，一个快速充电的技术。那它电池续航力可以高达2天。最后呢，就是 Xperia 整个 Z5 系列，它维持了 Xperia D 系列这样子一个设计，它可以支援外接记忆卡，这也是目前在这一手机上比较少见的。我想透过可以外接记忆卡之后呢，消费者不管是在资料转换或在资料编辑上会方便很多。我想这样子，所以同时我们这次它可以支援到200G这样子一个容量的记忆卡，就是非常少见的一个规格。那当然 ，Xperia D5 在上市的时候，它有黑色、白色、金色跟绿色4个颜色，然后它都采用雾面的玻璃材质设计，然后还有 IP6、IP68 这样子一个防尘防水等级，然后它的电源键同时也是我们的指纹辨识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功能，所以当你要唤醒屏幕的时候，只要轻按电源键，它其实不但唤醒屏幕，同时也帮你解锁屏幕，非常的方便，非常快速。那另外呢，就是接到我们光电新一代的新旗舰 Xperia D5 Compact。那它的屏幕尺寸是4.6寸，它主要的特色除了拥有高规格以外，同时它是方便携带。然后呢，它上市的时候会有黑色、白色、黄色跟粉色4个颜色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公布建议售价部分哦。那在 Xperia Z5 的时候呢，它的上市建议售价是22,900，同时呢，在 Xperia Z5 的部分，它附搭载了一个我们的快速充电器 UCH10。那另外呢，在 Z5 Compact 部分呢，它的上市价格是18900，那在 Z5 Premium 的部分是25900。最后呢，要跟各位再介绍一个好康的，就是只要呢，其实到我们全省 Sony Mobile 的专卖店购买 Xperia Z5 Compact， 它其实就可以享有我们的原厂，就会我们就会赠